结果关上他车子，状况左右自己反锁，现在跟手机都在里面，进不去啊。对，啊，反锁了。因为状况有点故障，所以我下来了，他自己就反锁了。他现在是发动状态吗？没有没有，他熄就是熄，就突然熄火了。熄火了，然后下来看，哎、啊，然后结果。推得动吗？中控锁，就中控锁，它有点异常，它一直。你现在没有钥匙这样？对对对。家人有办法送备用钥匙来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住云林，我在这边住云林。直接叫拖掉。我们先到旁边啊。你先把中控锁解除哈。先去找到 P 档啊。中控锁它异常，我开了。先去这边。好啊，你先移到驾驶座。来，小心哦。不好意思。拜拜。停在那个机车停车格前面那里的。哎、欸，好，你是说全家那边吗？对对对对。好啊，我们等一下先移到那边啊，我们跟你登记一下。谢谢。哦 ，OK。